暗恋一个人，就算捂住了嘴巴，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。没错，那个人就是我来这所大学的真正原因，就是我暗恋了三年的男孩易希真。他笑得真好看。你看到谁了？啊？他知道给我拍照了。这就是心脏漏跳一拍的感觉吗？所以你叫我们来是为了参加你的专爱计划。你知道易希真喜欢什么？比如说他都参加什么社团呀？你也在这个社团啊？这么巧，还有惊喜！加油啊，医生！其实我喜欢的人是是我的错觉吗？我怎么觉得最近他总是在故意跟我待在一起呢？易希真，表白也许不需要套路。我很喜欢他，真诚或许才是更重要的吧。易希真，永远都喜欢方家月。